这可白要。缺水吗？不是，凑合呢。补一块钱。早上起来就好看。几个了？嗯，几个了？七个，看着好。这是一个碗的，浇水都不淌外面。趁手等待的嫩嫩的，这要碗里头了，不要生火煮饭，炒点饭，不要吃海带了。海带那都吃这好吃，嗯，那可好吃了。这棵大树好十年了，也是在干。这大张多好。那汤就是厚汤吃啊。跟揪的是。嗯，再搁点米去，一碗面糊。这么吃吗？吃的这好啊。谁都乐吃啊，这个。给海菜焯一下子。上一个月我的老鼠搁两腿跳上了。两腿下锅开始捞饭。一会儿用这米再捞点海菜，可好了，黏糊。锅里倒点油，葱花、蒜片爆锅，十三香，酱油，蚝油，油个条下去。少添点水，再少搁点米去。海菜、盐、味素、冰晶，少搁点白糖，少倒点老抽。这一盘鸡蛋，开锅就熟。它还挺好的，这里呢，还新苞米。好了，出锅。再搁点土豆段。那真好看，一点也不腥。嗯，很就是。嗯，挺好吃。嗯，吃，吃的，那我加进来，还吃多好，色还挺好，嗯，烫的，吃点海菜就点土豆条，中国鸡蛋没别的了。今天我还看你们打海菜饭包呢，整的还挺香。这还不行，这拿外借风这不行。嗯。刚刚喝米的，别给米的忘了。那又不吃完饭喝。这米的刚好黏糊的。这是鸡蛋。嗯。那还有。
行。扬州海菜跟土豆就得跟老的饭比的好。嗯。大姐常常吃这个吗？明天去给他拿点。嗯，那给你拿点吃美人。我给你盛点米浆啊。那我这还有饭呢。啊。这海菜给它切成片洗干净，蘸酱也好吃。嗯。